有需求才有钱赚，把需求彻底解决那是科学家才干的事。家里面有木地板的都有养护需求吧？对呀，我这个精油涂上去能防止地板开裂，延长使用寿命，那不照样找不着客户啊？还不够，你去找卖木地板合作，每卖一户地板你就免费送他一箱地板养护精油，对于卖过的客户也免费送他一箱。好的，门总。门总，这个合作谈太容易了，木地板老板非常的高兴。这个方法既能提高他和同行之间的竞争力，还能体现他的售后服务好。接下来你亲自给客户去送精油，顺便给他示范一下用法和用量。你要在他家里面最闲着的地方做示范，给他擦的是油光发亮。擦完之后这块地方会和其他地方差别很大，这样等我走之后顾客就不得不去把其他地方也给擦了，我这就去办。门总，高啊！顾客发现送的这一箱根本就不够用了，只够擦一半地板了，所以不得不找我买更多的地板精油啊。接着给客户建议每半年保养一次地板，主动给他创造痛点和需求。我明白了，在帮顾客解决需求的同时，要留下新的需求，我才能继续的赚钱。如果没有新的需求，你也就没有价值。你试想一下，是不是很多行业都是这么干的？